老子是一个英国人，老姐你们没你们亲的那么说的啊，英国人你们送不起啊，我认出我英国对我牛逼的起我跟武汉练啊，英国的讲 motherfucker 我一个车左边左边一年三百家有没有啊，Umbrella 用于无所谓啊，都是冒冒雨啊，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用牛啊，用牛！英国的系列啊，我的个书，胸部牛啊！除了 English breakfast， motherfucker， 都是人系列嘛 ？What's on it？ 每天 fish and chips， burger and sandwich 啊！用牛啊，用牛 ！Unbelievable。But who move you money ah? 40% tax, 300% SUFA ah. Fully do move you la. Neng bu you sing ma. Neng bu tsa top shop ma. Ni men ni wei diu ben jing fan ti gui. Ying gua ying gui ya. Che pian ni. Nyang bu ti ya. Yang lo fe. Ba qiang qi wo. Qing qi dao gui ya. Qing chan hao ba ba du cha fe ya.什么金钱说买不起啊，比二婶说还也贵啊，不带刀鬼金钱叔叔反过啊，有没有啊，有没有 Shit man， 医保员都要七班班啊，我超的不西安西寂寞啊，有没有啊，有没有人做的地三千两头地听有没有啊，有没有好多人以为我蛮喜欢家里的地点啊，看书看里面，那是因为地下的没有心态，别说呀，这算是地点啊，满意都是要去找啊，水平不高都不是哪，有没有啊，有没有看些利益也要去找，和别人家也就找，怎么不出息啊？看你上水啊，可是你嘛有意味啊，牙疼当三天，发烧当五天 ，everything 都一样有意味啊，打钱去银行没人。也要预约呀，约你妹啊！打电话吧，这是英语世界，我是英国人，我都不明白啊，是吧？并不都很有海沙的啊，有没有啊？有没有？理解，让我们距离更近。